资料夹。我就想他薄薄一个怎么可能打开，但好像就是要利用他那个直直的东西把这个敲掉。我觉得很难耶，你一定要对得很准。大家好，我声音破人不破九宿小姐。哇，你今天穿得很不一样耶。对啊，我今天是要不要帮你开一瓶海尼根啊？好重，超级重，重到你一雷都飘起来。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啤酒，虽然大家都叫我不要再喝海尼根，可是我还是觉得海尼根的味道很赞。有业配吗？没有。那你去热炒店，你也都会点海尼根吗？对，有海尼根我就会拿海尼根，没海尼根就会拿十八天，这两种就是我最爱的。然后我们都去三重有一间热炒店，然后那热炒店很怪，它很特别，它是一个包厢一个包厢的那种，一个包厢干嘛？对对对，不知道能给黑道聊乔氏之类的，对的。然后还会有一些弹孔，你知道为什么有弹孔吗？不知道啊，他们没有开瓶器，在那边 biu biu， 在用枪在那边射。所以就来到我们今天的重点了。不会有人随身携带开瓶器的吧？除非你是一个大酒鬼。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要实测，在没有开瓶器的情况下，你在热炒店好想喝啤酒的话，要怎么办？好，我们来到一部分小秘招。这部分小秘招。它是用杠杆原理来呈现的。杠杆原理，杠杆啊，杠杆是杠杆吗？杠杆，杠杆原理。那你在说的是你自己的杠杆原理？我一直以为是杠杆原理耶，原来是杠杆原理哦。给我一个棒状物，就可以撑起全世界。好厉害哦！那我们就实测时间。这要充满爱啤酒的一颗心，你才有办法打开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继续来实测。我们先来筷子，一样，你需要一个支点，然后快速的往下压。好喽。哦，巧思，我会不会直接把那个敲打？不行，筷子快。不行，应该是筷子的问题，它可能要铁块。你要上铁块吗？好啊，试试看。然后用筷子顶住。开始动，不行。有了有了有了，耶！很厉害。这海尼根吗？它是玻璃，真的很屌哎。啊，那你嘴巴有没有流血？没有。你到底是用多少力气？好，算了，不管，反正我打开了。再是啤酒对接，我们两个海尼根出来，底下还有藏一个海尼根，对，不是道具，它不是要喝的。这个比较偏杠杆原理，但我觉得这耍帅成分居多吧。那这卡不进去，你们可能要买这边这一圈没有那么肥的才比较有机会。不管它，我们就下一个，再来。来那个我觉得最难的，我一定70%会失。失败吧，资料夹。
我就想他薄薄一个怎么可能打开，但好像就是要利用他那个直直的东西把它烤掉。我觉得很难耶，你一定要对得很准。对啊，你的手不能有偏差。对啊，好，六胜一下。欢迎忍者。拜托，请让我一定要成功，这样我才会成功很多个。你在跟谁讲话？海尼根之神。好紧张。加油。加油。对的，一定要对很准。哈哈哈！挥棒落空。快三针。快三针，我跟你在想。没有，我看以为飞走，我有幻影。再一次。你说喝醉了。没有，那是好的。哎，而且好大声哦，好爽哦。嗯，看起来会随身携带资料夹。好，成功了。还有下一个很难的，等一下我们就准备一下，然后继续挑战。最后一个实测，这是我在抖音上看到的帅招，但是它很危险，有可能玻璃会飞溅，所以小朋友不要学哦，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就来实测。好紧张哦！好啊，来喽！小朋友真的不要模仿，我觉得这个行不通。我也觉得行不通，超危险的，整个发生命案。综合整个实测，我觉得最棒的开法应该是资料夹那一个。资料夹那个最厉害，而且好开心哦，居然可以成功，而且它爆的声音很大，还在怀念。开口又漂亮，我觉得最危险的就是这个方法，最超级不实用。然后其他那种杠杆原理，我觉得其实都蛮 OK 的，因为手边不可能有开瓶器嘛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实测就到这边结束啦。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然后影片看到底就好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！啊、哦，好可惜哦。对啊，你穿这样结尾，穿这样结尾吗？那我打开来，放暑假喽！怎么？哥，我想去小叮当。我也想，等到解封我们再去小叮当。我一定要去那个镜子屋，然后看那个哈哈镜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。拜拜！它是用杠杆原理来呈现，杠杆原理，杠杆啊，杠杆原理，杠杆原理，杠杠原理，杠杠杠杆原理，杠杆原理就是你拿你自己的、哦，对，我拿坏掉怎么办？不会吧？可是我中午还没洗，没擦、啊，我又被这次擦干了，没没关系的。我上次有一次吃完喊一喊就放回去，你就是我也是喊一喊趁它湿的，真的会擦。一身是擦亮，不要再喝了，不要再喝了。你要不要喝百灵根？好可爱！为什么有真神？上班时间喝蛋哥，喝酒这样不好。我的课不在，跟我们。他去打疫苗。下面讲谢谢，你的课陪他。来，黄花呢？把旗拿出来。Thank you.